现在看起来，蒋万跟李世川是有可能出手哦，有可能来打这个土利财团哦，所以现在柯文哲是不是问题很大了嘞？当然了，这个星光人寿拿到这个北市科的土地哦，我们之前很多质疑，我今天要进一步跟大家揭露最新的资讯。哦，首先大家之前都知道了点，包含很多台北市议员揭露出，包含说，哎、欸，你怎么只用别人旁边金能保一半的价格拿下这相关的土地？对，但关键来了，你拿下土地可以做什么？美嘉在这里。 我们自己都知道，金门板要送计划书，他不用送。对。可是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本来的示意图，两个案子一线之隔，但是过去是什么？过去这个北四科的土地，它的用地的名目是工山转特专，讲白话文就是比照工山用地不能盖医院。哎、欸，观众朋友没错，你听到关键字的医院，欸、但是主管机关保留有特许的空间，于是美钢来了。 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开的一个都市计划针对土地分区使用管制的会议，我们却把相关的资料调出来，尤其很多台北市议员呃帮忙调资之后给了我们，我们认真把它看完之后，发现天呐、啊，真的太恐怖了！二零一九年柯文哲在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变更计划的一个内容里面去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增加了第七组的项目。 医疗保健服务之医院、诊所、药局使用。嗯、白话来讲啊，在二零一九以前，嗯、这一块土地不能盖医院。对，二零一九之后可以盖医院。可以了。而在这个审查会开完之后，没有多久，在同一年二零一九年的年底，星光公主吴新盈被民众党提为不分区的立委。对。 而这个土地里面是怎么处理？除了可以让他盖医院以外，第二个我觉得很扯的事情是，对他好到我觉得离谱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样在同一场会议当中哦、喔，里面直接去讲说，哎、欸，我们那个上面的那个连通道的天桥啊，我们应该要本来要依照台北市人行路桥跟地下道都市计划准则办理办理啊，结果我们要同一场会议，直接台北市里面把它做了什么结论？连通设施与底部。 应该要二十四小时开放给公众使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本来这里是什么工业区？本来这里是什么生医园区？有什么需要到开放一个特例，一个计划明定，说要二十四小时连通道走？这是要做什么？医院啊，急诊室啊。所以我今天讲，这每一条都是为他处理。再来第三条，没加的哦，没加综合没加。再来第三条，让他有资源性服务设施，翻译。 商场、美食街、咖啡厅、药局啊，uh huh.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点。Uh huh. 第八点，本来啊，它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在二零一九年修正以前啊，其基地面积啊，允许资源性服务业啊，使用面积不超过该层百分之三十容积。白话讲这样：我一楼本来可以让你开一个咖啡店、开一个商场，可是呢，只能百分之三十，对不对？Uh huh. 大家知道柯文找他们怎么搞吗？他们把它搞到。 同一基地内的资源服务使用的楼地板面积不能超过总楼地板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嗯，吓死人了！放的更大了。本来是一层楼，对不对？嗯。你现在所有的这一些要做商业设施，可以全部灌到同一层楼，嗯、只要总容积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嗯。那我一二楼全部做商场也可以啊。可以。嗯、就放放了很大就对了。对。嗯、然后结果时间点，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嗯。这一个案子，把它的整个弹性放大成这样。 从本来是工业区，本来是科技要进驻，<對>变成可以盖医院的时间点在二零一九年的十月九号。嗯、这时间点大家记得，十月九号。<嘿>结果隔一个月又十天，二零一九年的十一月十九号，吴新盈就被柯文哲提名为不分区立委。哦、是没有问题吗？大放送哎、欸，大放送啊！啊，我我现在就问他、啊、怎么这么刚好？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后面哦，招商，然后呢，哦，星光来，星光不用投资计划审查书，<对>直接送件，然后之后这个案子被他拿到，低于、嗯、皮旁边金人保一半的价格，嗯、别人要八十亿，你只要四十亿，嗯、量身定做嘛，对，谁会有医疗的需求？哎、谁会有盖医院的需求？对，哎，那你刚刚说的是连商场也有，是不是？商场也有、啊，商场也,也可以，对啊，他的资源、哦、很宽啦。 超级宽對,对，本来是北市科嘛，应该是什么科技、什么产业园区之类的，<嘿>现在变商场也可以进。来，我们再看一下，嗯、金人宝叫做集团总部，嗯，这个案子就是一开始让人家你当集团总部、嗯、当科技园区什么都好，金人宝就是有符合有符合原本的设定、啊，结果现在 T 一七 T 一八现在全部还是一片杂草漫生的，<對>结果早在二零一九年就已经胖了，他开了这一扇门。哦